那个张一口一样，都有一点慢，对，要慢慢飞上来。这种东西是那个 Wolf 跟小麦克的当初最喜欢的。对对对，哦，选他大战场，哦、选中年。哎、欸，选中年哦，这个就是小麦克最王牌的场地。对，现在没有崩掉，不过也许 Wolf 有什么计策，或是其他的实际影响会输。对，就因为中年其实一般公认是小麦克是。换、欸、了 Ness， 哎、欸，是 Ness 吗？对。欸哦、oh, ，Ness， 这有点，还蛮有趣的，还蛮有趣的，不知道会怎么打。好，直接开始。那其实蛮有趣的，那个。这边李掌柜是已经拿到，他想要，因为李掌柜应该是拿到他比较相对理想的场地吼，就看怎么讲会怎么打了，对吧？嗯。哎呦，哦，慢了一点。哎，可能在等什么？哦，哎，直接熬。哦，这个不错，接一个 up 成低。对，这边，我觉得搞不好打起来，其实小麦克出意料有力，因为就是那个，虽然他在劣势上的话，当然是 Ness 一定比较高，Ness手短嘛。对，你有麦克判定和招式都比较长一点，对，所以其实，尤其在中又在终点，他其实对另外可以说是非常难。对，你一定要跟他硬干。对，那哎呀，这个沃古力那个回场有点太明显了，对，太明显，太好。对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。这个 matchup 不是说在对面打不赢，只是问题是那个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你没跟小麦克打过的话，你会不知道说就是那个，因为你看嘛 ，Ness 他的那个一个问题在于说他空中落地有点困难，对。然后小麦克在一个没有平台场地，他左右那样子冲，其实他要抓你落地是非常相对简单的，很简单，对啊，对啊。这边看莫雨会不会调整一下他的战术，对。现在李掌柜站得很上风啊，对。哎，不过他刚才那个没有办法，没有再给放一下。back row， 那两个其实追蛮近的，小 Ness 其实打到几下就了。对。哎呀，他李掌柜一样用同样的招式啊，招他用还蛮聪明的。这可能不是不知道，就觉得说你应该不会这样做。对对，然后结果就真的。对吧？然后结果你就那样做。哎，这个 setup 不错。这火烧。不过现在小麦克服 OK 欧拳要非常小心。可能现在要结束。对，在他这个，哎呦，小心，怎么等了一下？好，这个是 PK Flash。好，如果 PK Flash 像那个什么勇者那个即时咒文的话，那应该使用度会高很多。对。哎呀，是，进攻不够安全。嗯，那进入那个击杀领域之后，那是最强的后手了，活不下来。对，这个，这个不错。嗯，其实莫古力有在调整他的作战方式啊，因为他大概知道说那个会抓他落地，所以他其实那个空跳的频率减少。对，没办法，就是你终点放小麦克就是这个样子。对啊，你还要一杆硬干。那个李掌柜刚那个躲得很好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对，他躲得很好，他是用那个直接吃掉，直接凹。这次没有再犯一样错。对。这个没看好。好，现在这边其实两边是很接近，两边很接近。哎呀！这个是。哎呀！这个太高趴，没有。太高了，对啊，哎呀，李掌柜可能就很急了。那个，我觉得其实他不在后头，就那个，走到那边后头打不死。哎，这个可能就死了。没，还没回来，还横劈，横劈。哎，这个，对，最后这个好，这个放得很好。好吧 ，PK Flash 打到了。对 ，PK Flash 打到了。小妹刚才空中选项也不多，对啊，那个时机被抓到了。应该要等一下，我觉得，那就是蛮可惜的。莫古里拿下一胜。对，莫古里拿下一胜。进入第二场，一样是终点哎。其实终点真的不是个你打 Little Mac 的时候，最小的场地。对，
可能是里长会选的，可是我知道梦里没有，梦里没有崩掉，没有崩掉，没有崩掉，是很奇怪的。对，第一个是大家唯一，一般工人来说，那个小麦克唯一一个你可以在，你唯一一个在很多 NU 上面是要占有优势的一个宠物。好，这个没有骗到，对，被抓过一次之后就懂。对，啊，其他不错，哎，我也蛮会，还没杀，还没杀死。哎啊，这个有点太急。原本绝对不能打空中战，不行。原本是空中战是自己是漏洞破绽一个，哎，想完就一个空战一个。而且他直接用 forward， 像空后下来直接用 forward。其实还蛮，所以果然那什么看不起诅咒，对。赛评诅咒，哎呀，被打掉。我觉得他们其实那个，如果要给 Billman buff 的话，就是让他那个 KO 不要那么容易掉下来。我觉得 KO 不应该掉下来。对啊，就是你看，你像勇者啊，不是，你看亚森啊，就是他是一定时间不见嘛，对，等他时间不久啊。对，可以像 KO， 那个是 KO， 其实你只要被一个稍微痛一点的东西抓到就没了。不要说痛一点，就只要被击飞就好了。对，被击飞就没了。对，是我觉得蛮差的设计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小麦克，小麦克这么酷的。哎呦，想跟你赶快等一下，可能没有做出行动。哦，哎呦，会吗？哦，好，杀到。嗯，小麦克现在李长麦非常的领先了2命，所以我们要看看我能不能像刚那场一样。哦呦，刚那个躲得很好。直接，哎呀。那刚才那个被打不会死啦，可能就会吃一狗票的伤害，像对，就60%，对，50%啊，对。哦，这个很聪明，哇，哎，哇，哎，他两次方向都有读到，不错，两次方向都读到。啊，现在，哎，现在其实感觉李掌柜胜算不小，看孟武力能不能，哦呦，上 smash。哦，现在梦狐狸越来越危险。没有。哎呀，太高了，一样太高了。其实，哦，颜面凹陷拳，对，颜面直击哦，对，直接打到脸上，对。哦，他们两分一样的场地，对，那第三场。今天观看人数特别多，这样17个人，我觉得好像比之前的 SGT 还要多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？在今天观看人数这样17人，对啊，比之前的 SGT 还要多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隐藏了第三个角色 ，Inkling， 哦，在找谁啊？嗯，不知道。好惨吗？还是一样一样，然后梦古力换成了 Inkling， 这我不懂，我其实没看过。我觉得 Inkling 不会打 EMI， 不会比较，尤其在你要硬干的时候。对。理论上你应该用一些那个比较有飞行道具的角色。Inkling 是有飞行道具，可是他那飞行道具，他飞行道具就不是个那个可以把别人拉住的招式嘛，不会挡住别人的。哎呦，那个飞那其实。丢的位置有点危险。我觉得他那个飞行道具其实是他那个自己进攻的时候当做像一个，我事先丢占领之类的。对的，而不是我在防御的时候要丢出去。对，所以英格我觉得不是个很好的选择。对，可是也许梦里有别的战略。对。可能要看李掌柜对那个 roller 的经验够不够。这个失误。刚才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可能是会。英格里蛮轻的哈，所以其实英格里也不是个跟 Leon 好硬干的角色。对，Leon 应该只要过100%之后用 After 就死。对。Grab， 就像他那个他刚才 Grab 应该是丢才对了。对，应该往上丢才对。可能他不知道，或是说他不确定。对。好，这边墨水炸弹控场。对 ，Back Air， 好，再来控一次。对。哦，17、20。哦，已经追完，放掉，再放枪，也好啊。与其坚持这个东西，还不如用一些更好的 tool， 之类的。啊，就不嘛，随便讲讲。这招是不能反击的。好，这有击一下。刚才莫古力直接跳起来哦，他那个没有跳起来，他可能就死了。对，哎。
哎，好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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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会杀吗？后丢。哎哎呦！哦，哎，哦，竟然直接杀！我觉得，我刚，不过我觉得刚刚的 DI 不太好。对，我觉得我，哎呦，我靠，我靠！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，这个要特写，我觉得完全依不。哎呦，哎呦，会死吗？会死吗？不会，他那个前丢太弱了。哦，哎，对，好吧，这失误有点就是致命。对，对，然后怕吧，我想怕那个手榴弹。好，哦，这边落地闪，哎，没东西，那没东西，太远，太远。对对对，刚刚有点没，可能没意识到。哦，伤害爆出来了。哦，好，现在整个局麦克。对。好，现在这个就很可笑，因为他现在已经，哦，他现在全身，哎呀，刚刚那个，我知道会发生事了，那横滨没有了，对，横滨没了，被打掉了，惨的，对啊，这角色真的就是他们就是不肯让他横滨被断掉的时候可以再放一次，对，好，恭喜梦露。